原标题纪实摄影，二战盟军西线反攻1943到1945年，张卫央于1943年7月在进攻意大利西西里岛之初，盟军的军队、枪支和运输工具冲上海岸，准备采取攻击行动。1943年7月31日，在盟军进攻西西里岛期间，一艘满载弹药的美国货船在西西里岛南部海岸被以甲德国飞1943年10月10日一名意大利妇女亲吻了美国第五军坦克士兵的手。1943年11月1日美国第五军的炮兵观察员在向德国人发动炮击之前，仔细观察德国人占领的意大利城镇圣加拿大步兵小心翼翼地行进在一条狭窄的小街上，越过死去的战友的尸体。当加拿大人向前推进时，德军离开了小镇，留下的只有狙击手的巢穴，以拖延盟军前进。1944年2月，一名皇家空军轻型轰炸机在大雪覆盖的萨尔莫勒镇火车站和交界处投掷了一系列炸弹。萨尔莫勒是意大利东西路线上的战略要地。1944年2月6日，德国步兵在意大利南部的一所房子里躲藏，等待法国轰炸结束后继续攻击。1944年5月，意大利卡西诺市遭盟军占领后第二天的景色满目荒凉。1944年6月5日，美国士兵穿过历史悠久的罗马竞技场追击撤退的敌人。卢西恩·特鲁斯科特 Lieutenant Charles Petro 中将是美国陆军第五军的指挥官。1944年，特鲁斯科特将军带领第五军在意大利维亚雷吉道北部的山区击退了德国人的进攻。1944年，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盟军抵达后不久，维苏威火山向天空喷射火山灰，美军吉普车在前景开火。1944年的诺曼底登陆日之前，一架低空飞行的盟军飞机让法国海滩上的德国士兵四处逃散，这些飞机是为了后面6月6日登陆做准备。在拍摄照片，德怀特·蒂艾森豪威尔将军下达了进攻的命令。1944年6月6日，就在美军101师空降兵登上飞机参加反攻欧洲大陆的第一次袭击之前，艾森豪威尔将军对空降兵们说：“完全胜利，别无他求。”艾森豪威尔周围所有的人都是一连的成员。1944年6月，美军在英国一个港口城镇的街道上行军，他们将前往码头进入登陆艇，准备参加诺曼底登陆。美国士兵在英国港口的一艘军舰上等待信号，准备驶向法国诺曼底海岸。1944年6月6日，一艘美军登陆艇接近法国海岸时，德国机枪手开火，引爆了一名美国士兵的手榴弹。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1944年6月6日，法国诺曼底登陆的首批盟军突击部队中，一些人躲在敌人的障碍物后面向德军开火，另一些人则跟随第一批坦克涉过海水，冲向德军占领的海岸。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行动中，在德军海岸防卫部队的重型机枪火力阻击下，美军士兵从登陆艇涉水上岸。在1944年6月6日登陆法国之后，美军后续部队在诺曼底源源不断的登陆，美军登陆部队士兵帮助那些登陆艇被击沉的人。1944年6月6日，这些幸存者乘坐救生筏抵达奥马哈海滩。在诺曼底登陆日，第九旅的加拿大士兵骑着自行车在朱诺海滩登陆，当时盟军正在攻占诺曼底海滩。1944年6月6日，美国士兵在奥马哈海滩上打捞遇了战友的遗体，盟军的人工港口战术13艘自由轮被故意凿沉，以形成一道防波堤，攻登陆诺曼底海滩的军舰在海滩外排成一行，保护着岸上的部队。
这种人工港口的战术盟军在1944年的英吉利海峡曾多处使用过。1944年6月初，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的奥马哈海滩卸载装备和补给。诺曼底登陆后，在美国陆军第九军占领的一个军事目标上，几架飞机和滑翔机在法国乡村上空盘旋，这五个德国人受伤了。三天里没有食物和水，躲在诺曼底的农舍里等待投降。根据一对法国夫妇提供的信息，美国士兵进入了谷仓，结果遭到了德军狙击手的袭击。这些狙击手似乎决意要阻止他们的战友落入盟军手中。1944年6月14日，在一场小冲突后，狙击手被消灭，受伤的德国人被俘虏。1944年6月18日，盟军登陆部队的援军和补给卡车排成长队在诺曼底上岸。在这张1944年6月的照片中，死去的德国士兵是德军占领色堡的最后阵地守卫之一。1944年6月20日，美国士兵的尸体躺在战场上，离盟军在法国的滩头阵地不远。1944年7月25日，在法国诺曼底的圣洛附近，美国士兵迅速奔跑，越过一条土路，其他人在跳起前蹲在沟里。1944年7月27日，法国色堡，人们试图穿过一座被毁坏的桥梁。1944年，法国诺曼底的一处战俘营里，德国战俘把头盔扔进了田野。1944年9月25日，在荷兰埃因霍温附近的瓦尔肯斯瓦德，美军战机从风车上空飞过。市场花园行动。1944年9月，盟军英国第一空降师在荷兰执行任务时，降落伞在空降兵登陆时打开。市场花园行动是史上最大的空中军事行动，大约有15000名士兵用滑翔机着陆，另有20000名士兵用降落伞着陆。在1944年8月解放巴黎期间，一名美国军官和一名法国抵抗战士在与德国占领军进行巷战。1944年8月26日，协和广场庆祝活动遭遇德国狙击手。在庆祝盟军进入巴黎时，一名狙击手从协和广场的一座建筑物里朝广场开枪，一群巴黎人四散奔逃。虽然德国人投降了，但仍有少数狙击手在顽抗。第28步兵师的美国士兵在香榭丽舍大街行进法国抵抗运动在8月19日发动起义后，美国和法国自由军在1944年8月25日和平进入巴黎。四天后，宾夕法尼亚州第28步兵师的美国士兵在香榭丽舍大街行进，背景是凯旋门。更多相关图文请关注微信公众号二战图典，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